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圆满报身卢舍那佛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大恨普贤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三德六位供佛及身，法界有情普同供养，若犯实始，当愿众生禅悦为始，法喜充满。佛智比丘，十存五贯，一济功多少量彼来处，二存起得恨全缺应供，三防心离过贪等为中，四正视良药未疗行哭，五未成道业应受此时，感恩布施主、谭月主透过量子思维将食物的粒子供养大众法师及未来佛。这就是我们整个供养完毕之后，因为在佛事当然我们所学习的就是如何用清净之心哦。好，我们用完餐也可以结斋，好，这一些都是对这个食物的恭敬。我们同声开口结斋：萨多喃，三藐三菩陀，具支喃，达支他，唵，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。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。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安乐。饭食语气，当愿众生所作皆饭具诸佛法、财法、二施等无差别，禅波罗蜜具足圆满。哦，那因为圆满了，我们就会请大众法师会恭请佛法。恭请师父及大众法师开示。阿弥陀佛，这样子我们就圆满了啊、哦。那当然出家人可以受持哈、哦。供养。让食物供养师父以及大众法师及未来佛，受感恩阿弥陀佛，这样子就圆满啊！我们有清净的功德了，感恩食物的粒子能量就转换了。